远古时期，没有科学的节气制度农事，人们苦不堪言。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人们积极地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总结和尝试之后，深谙节气变化规律的徐老师沟通了天地时空，让人们认识到了节气基地的存在。节气基地掌管着人类世界的节气循环，众多节气精灵居住在那里。这些活泼可爱的精灵们会把四季的气息不断地输送到人类世界，让人类世界节气分明，风调雨顺。但远古时代就存在的神兽年兽并不喜欢节气分明的世界，他在春节期间大肆破坏，导致节气再度混乱。天寒地冻！节气基地的徐老师带领节气精灵们与年兽展开大战。最终，徐老师借助天地节气的力量，将年兽封印在了节气基地，由节气精灵看管。平度妹妹，你有没有在听啊？哎呀，幼稚，你都讲多少遍了？啊，真想看看传说中的节气基地啊。现实一点，老兄。你的手环从哪里来的？要你管啊。那你说现在怎么没人见过节气精灵和年兽呢？那是因为青仔哥哥，大白天的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那些传说都是老古董，年轻人应该关注科技。列车前方到站，回家。平都，青仔，爸爸，伯伯。青仔，你爸妈的研究工作脱不开身，你就先在我家住吧。嗯。上次做标本时银杏还绿着，这会儿都变样了。你怎么不到车里等啊？星仔，天气还冷，你们可别感冒了。陆伯伯，节气精灵的传说是真的吗？传说嘛，也许吧。哟吼，立春节气马上就要到了，立春季正式开始。斗转星移，万物起始的立春就要来到我们晚霞哟。还有青楼，我们闹闹头，我们闹闹头，我们闹闹头，爱生智慧，我们拍拍手，我们拍拍手，我们拍拍手，还用一只，我们手牵手。嗨，团结起来，为人们送去。徐老师不在，只要毁掉了节气仪，我就能逃出去。我要吃，我要吃。别烧，都是新收的小弟，你看看人家天寿，跟着老大得自由。不说了，走。老大，老大，等等我。先去节气大殿，那是节气基地的中枢系统。我好晕哦。这群精灵又想趁俺睡觉吓唬俺，俺可不上当。可恶的火牛，我讨厌的红色，不过为了能逃出去，我忍。这就是节气仪吗？怎么破坏的？我的这
年兽，你来这里干嘛？我们憧憬的火牛呀，我们可爱的英雄呀，看着乌江的水滴牛角，看着力大无穷的神驹呀，瞧这勇踏一千米的眼神啊，真是稀有深沉，还有超群智商啊，智商超群。年兽，你也没有那么坏嘛。睿智的火牛啊，帮帮这个傻大个儿吧。怎么了？他做梦都想见识一下四时节气仪，可这东西太复杂了。简单，我来教教你。那大球代表太阳，小球就是月亮喽。他们绕在一起，然后转啊转，总之绕着那个大球转就对了。这么说，大球才是核心喽？当然，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多亏了你这头智商超绝的笨牛，还等什么？撞他！撞！你们干什么？你竟敢骗我！出事了！兽速回大殿。你们先去，我马上。立春未至，却春雷当空，怎么回事？节气推演平板电脑上显示，立春将至，太阳反而离黄经315度远了。不对，它在左右摇摆。这应该是节气秩序错乱引起的异象。什么？快跑！也没有美食，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别愣着呀，快帮忙！我要永远出现在人类世界里，我可是伟大的天朝。年兽，他想干嘛？年兽，吃我一拳！不想了，先抓住年兽再说。拦住他！不对，可恶！我说怎么这么轻？纸的！有了！休想再困住我！还有两个空间地障，快拦住他！交给我吧！出啊！锤子！臂章破开了，果然有效果。天寒地冻，老大，带上我！救我！救救他们！我是伟大的年兽，我要让节气永远消失。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我要恢复强大的能量，再见吧，精灵们！糟了，节气仪被破坏，其他精灵都陷入沉睡了。没有节气仪叫醒节气精灵，人间就乱套了。都怪我，只有一个办法了。平度城境内四季分明，是体现24节气气候变化的标志城市。西汉四乳连叠草叶纹铜镜，西汉猴子抱树铜灯台，西汉鹤踏龟灯，西汉鎏金带盖铜熏炉，西汉鎏金铜凤鸟座，还有镇馆之宝王舍人碑。这些文物出现的时代，太初历也被徐万居加以验证，风云涌动，真是令人向往。不过看了这么多东西，也没有节气精灵的线索。
师。哦，老师，大事不好！年兽破坏了节气仪，跑了。对太阳方位的校正还没有结束，只能靠你们去把年兽带回来了。我一定会捉住年兽的。可我们出不去啊！你这火牛，又忘了我给你的太初力手环了。对哦，立春，你们是四季的代表，能常驻世间，只有你们去平度城寻找手环继承者，让他协助你们解决危机。来了来了，太初力手环来了，交给你们了。出发！年兽，我来了，接受火牛的怒火吧！一定要抓住年兽！青仔，你在哪儿？哦，银杏树下。又在那浪费青春呢。世界上不会有精灵的，快回来做作业了。啊，也许你是对的。啊，那当然了，我可不信那些什么传说，一点都不科学。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有科学才是一切的真理。抱歉，松鼠。奇怪，怎么拿不下来啊？不是吧，强买强卖。机器人，充电的插口呢？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手环继承者。哇，还带人工智能啊。手环继承者什么意思啊？徐老师说了，得到手环的就是继承者，还会帮我们抓年兽。徐老师，你们是节气精灵。我是对了。立秋，快找年兽的位置，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它抓回来。哇塞，我要去练习踩高跷了，你好好看家。是没事的，香味儿。汪！哼，就你会汪吗？汪汪汪！加油！我堂堂年兽跟一条狗打架，打赢了没好处，打输了狗都不如，丢脸丢脸！快拉我上去！你们去引开大狗，你们从这儿进去，我分你们一半美食。我是说一半的一半，就是很多的意思。没错，很多啊。好吃啊，好吃。小哥哥，搞定了，好。
年兽，这次你跑不了了。你边去，别挡着我晒太阳。可恶！嘿嘿嘿，有能量真好。偷偷告诉你们，我已经恢复能量了，没想到吧？邪气精灵竟然还捣人类吧，真是丢人！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徐老师托付的太初力手环继承者，是我们的搭档。哼，又是那家伙搞的鬼！按下按键可以给精灵们提供能量辅助。救命啊！月行外援，不要脸！立春，年兽会出现在2点钟方向。春生。怎么会这样？得找宝贝出来对付精灵。有了，是神器。这可是我从基地偷来的宝贝。立夏，我给你能量。你看，夺走神器。可恶，神器出问题了，我要退货。可恶，又让他们跑了。别生气，有手环继承者在，我们下次一定能捉住年兽。哼，你要学会找到能量的平衡点。我会找到的。这改变天下的神器是不错，可惜就是不听话。哎，如果能修好了就好了。我看看有什么美食可以补充能量。哈哈，立春时大棚里有美味的草莓，吃了它可以补充能量。这东西还有什么功能？不管了，试试就知道。这家伙不乖乖做作业，搞什么鬼啊？哎呀，差点忘了，我约了立春他们。神神秘秘的，不对劲，太不对劲了，我得看看去。各位观众，今天是立春节气，村民们正在用传统的竹竹马表演庆祝立春的到来。哇！好饿呀，包点上说的那种草莓到底在哪儿？青彩，这是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啊？我来了！青彩，我好痛！这是什么东西？外星人还是机器人？开关在哪儿呢？别！痒痒！我们可不是什么机器人，快放开立春姐姐！
平度，快放手，快放手，自己人都放开。抱歉，没事，好亲切的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节气精灵，来来，我慢慢告诉你。他们呀，事情就是这样了。想不到真的有节气精灵。嘿，嗯，哇，别管什么草莓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村长请来表演的。是啊。牛肉啊，好嘞。今年的立春活动真有意思。哦，是年兽，竟然躲在这块铁板里面。看你弄的他。我要去捉年兽，立夏，这可不是空间通道。原来这就是年兽啊！跟我来。幸好没被发现。是你们，年兽，快跟我们回去！你说回去就回去，你谁啊？哼！你们停住，我先去填饱肚子。老大，老大。地上，你停住！斗转星移，日月乾坤，万物之灵，自我能量，我一个人就能抓住他们。哦，嘿嘿，
天兽，快来救我！啊，哼，想过去，先问过我的拳头。天兽！不好意思呀，兄弟，让你见识一下高科技的威力。啊，想偷袭？立夏，来一决胜负吧，谁怕谁啊？节气魔法，烈阳。是时候了，成功了！好热啊！谢谢佩恩，我先走了。对不起，立夏。没关系。再好的树芽也需要修剪，下次一定能捉住他们。我知道他们会去哪儿，跟我来。哎，呵呵，就是这座山，从他们逃跑的方向看，一定是躲在这里。分头找。以前看两木山，怎么没发现它这么漂亮？别感慨了，年兽还没找着呢。太阳又下山了，再不回去，鲁伯伯会担心的。你们先回去，我要继续找。你们都累成这样了，明天再来找吧。这个传送门后面就是杰西基地吧？对啊，只有开出力手环的继承人才能通过传送门。比如我。真想去看看。平度，你的手上。平度。年兽，年兽来偷袭了。怎么平度也是太初力手环继承人？我知道了，徐老师说起过，有一枚手环流落到了人间界。太棒了，是新的帮手。你这手环是哪儿来的呀？爸爸说是祖传的，我们家祖上也研究节气。太好了，来，我带你们去看看基地。我带你们逛逛吧。坐稳了。这里是春之气。
我错不了，这就是助狗草莓，吃了它我就能迅速恢复力量。助狗草莓，我来了。红色，我讨厌红色。别过来，老大，这草莓可好吃了，你尝尝。你忘了吗？老大最讨厌红色了。可恶，怎么草莓偏偏是红色的呢？原来也有青色的草莓。好酸呐。老大，那些草莓还没熟，肯定酸了。你们两个快想办法让我吃到。只要老大看不见红色就没事了。我来捂住他的眼睛，你来喂。刚才只是条件反射，你再来一次，我保证不动手。老大，饶命啊！再来一次我就要上天了。要不我把自己埋在土里，这样就动不了了。这次肯定行，来吧。好吃，再来。多来点儿。红色。太好吃了。年兽究竟躲到哪里去了？有能量波动。在哪里？是年兽的气息，大家跟我来。老大，大棚里成熟的草莓都被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老大，我早想好了。只要我招来温暖的季风，就能让草莓提前成熟，饿不着你们俩。召唤暖风。怎么是个雷云？暖风呢？这坑货。在那边。年兽，看你往哪逃。怎么都跑了？立冬，立冬，老大，要不趁机把他们给收拾了吧？有道理，强化。就你会强化吗？看我的，电阳！年兽怎么会这么强？这就是助狗草莓的力量。陛下，我来帮你。看，小朋友要专心哦。我们需要立冬的魔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生发动。哇，我的力量不够。还
转星移，日月乾坤，万物之灵，自我能量。你快阻止他们！小心，我答应过的，要帮助大家。斗转星移，日月乾坤，自我能量。好像又饿了，力量不够了呀！不好，这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移形换影。谢谢您，平度，真是漂亮的纸年。蛟岭风追残雪去。傲溪水送破冰来，顽童只问云中雁，这里山花那日开。拍的不错吧？嗯，专业。我的寒假实践作业又着落了。实践作业是春回大地吧？可这连花都没开呢。嗯，啊，不会太久了，今天可是雨水节气。俗话说，一场春雨一场暖。哎呦，春雨节气前后，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万物开始萌动，草木发芽成长。有鱼。平度、青仔，这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的变化。你们有机会要好好的了解了解。嗯，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吃牛肉干。嗯，阿姨做的平度牛肉干真是好吃。帝少，你去探探风，看有没有人。是老大。老大，有人。有你个头！帝少，你去。是。老大，没人。走，吃樱桃去。我，老大，樱桃还没结果呢。哎呀，嗯，嘿嘿，我用神器召唤出热风，让它提前结果不就行了？我猜这次会打雷。我猜会下雨。啦啦啦啦，暖风来。来了。失误失误，暖风来，暖风你快来呀。老大。老大，神器起作用了，太阳出来了。哼哼，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老大威武。老大耶。哇呜。火牛去哪儿了？我要救好节气仪，弥补我的过失。火牛，快下来！火牛，你没事吧？疼疼疼！别动，你的脚受伤了。美丽的花儿可不能还没开放就枯萎。春生，我真没用。
连一点忙都帮不上。你的作用大着呢，节气基地千年的和平可多亏了你呢。对，我是节气基地的守护神兽。今天是雨水节气，我去看看节气精灵醒了没有。立春，这一带气温骤升到了30多。啊，肯定又是年兽。我们快到崇德宫了，马上接你们。我们来了，我们马上出发。哎呀，这樱桃怎么还没长出来？你们去园子别处看看。哎，快点！哪来的烤肉香啊？这二月怎么和夏天一样热了？哎，樱桃树都要枯死了，得赶紧想想办法了。好像是天上和地上。又是你们搞鬼，砍招猎妖。立冬，拦住地兽。地兽，等等我呀。我又不是傻子，等你打我呀。陛下，别伤到樱桃树。水了，可以用喷水车。平度，我们一起去打水。我们也来帮忙。好冻啊！啊，失灵了。见了，人呢？我在这儿呢。这下你逃不掉了吧？可恶，又被他们逃走了。我们先回去和立春他们会合吧。哼。哎呀，水一浇上去就干了，白费劲啊。雨水节气没雨水，哎，你就别绕口令了。对呀，雨水精灵，我们可以召唤它，给植物补充水分，午后相依，节气归位。用手环的力量，手环也有召唤的能力。雨水精灵，别睡了！雨水精灵，快醒醒！谁在叫我呀？耶！雨水精灵醒了。轮转四季，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欢迎苏醒，我的伙伴。草木萌动。陛下，找到年兽了吗？没有，连天兽地兽都跑了。我猜他们就躲在樱桃园里，节气不容有失，必须尽快阻止他们。
我的大樱桃！樱桃，好吃，好吃！老大，大事不好了！老大是我们呀！老大，节气精灵追到樱桃园了。慌什么？我堂堂年少，还怕几只小精灵不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讨厌的精灵总是追着我不放，难过。我樱桃都还没吃成呢，跑了就没了。天上老大在干嘛呢？这都不懂，老大在憋大招呢。不愧是老大。我得想想办法引开他们。嘿嘿，有了。老大，你有办法了。你们拿着这破开境界的法宝返回节气基地，把精灵从这里引走。老大，我舍不得离开你，让匕首去吧。我感冒，胃疼，脚抽筋。等你们回来，就有大樱桃吃哦，我保证。老大，我忠心，我去。老大，我病好了，随时为您服务。我没拦住，我们快回节气基地！等等，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年兽的调虎离山计。管他什么计，干就完事了。立春，你说该怎么办？一个枝头能开出鲜花两朵，我们也分成两队。平度，你带着立夏、立冬返回节气基地帮助火牛。那我和你们留在樱桃园继续寻找年兽。现在精灵们一定跑回节气基地了，我可真是个天才。这樱桃树怎么还不结果呀？看来气温还不够。热点儿，再热点儿，让我的樱桃长出来。
看到神器又搞我。的老大饿坏了，连石头都吃。懂什么？老大在修神器呢。可恶的节气精灵，还有这破神器！我最讨厌的就是打雷了。马上就是惊蛰了，我讨厌这个节气。好饿呀，饿死我了，好饿。馒头，馒头，大馒头。精灵出来了吗？在哪？在哪？馒头没吃到，头都撞破了。馒头，我记得平都有开花大馒头。走，下山去吃大馒头。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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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真香啊！馒头，馒头，我最爱吃。要悄悄的进村，不能被发现。你吃吧，哥哥不和妹妹争。我才不占小便宜，一人一半，绝对公平。突然好期待平度他们来，是期待平度带来的美食吧？这好像没有人，找找看有没有开花馒头。小小意外，咱们继续。还继续啊？我不要继续夹尾巴。惊蛰生火哟，烟熏火燎去害虫。惊蛰生火哟，嘿，烟熏火燎去害虫。啊，对了，去买点爆米花给孙子吃。打雷了，本大爷最讨厌巨响。好宝贝，乖宝贝，这次给力点儿。怎么好好的乌云就没了？哎，谁说不是呢？惊蛰还等着这雷声呢。别开花馒头，馒头。都小点声儿。好东西，竟然还能补充点能量。别吧唧嘴。开花馒头，满足满足。好饱啊，吃不下。老大，我们撤吧。等等，吃不下了可以打包呀。撤。哇，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我们先试着召唤一下惊蛰精灵。惊蛰精灵出来了吧？惊蛰精灵只有在响雷之时才会出现吧？走，出去找雷，我想惊蛰哥哥了。天空没有乌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打雷，会不会是年兽搞的破坏？走，去抓年兽。等等，或许可以试一下人造雷声。古人想象惊蛰这天，天庭有雷神击天鼓，人间也利用这个时机来蒙鼓皮，所以我们可以效法古人。那李纯、李秋，跟我去找大鼓。没问题，走。就是这里了。小崽儿。
为啥这么消暑？骑摩大鼓，我也骑，我们也来。太棒了，送给你了，你们的表演给了我很多灵感。太好了，谢谢老板。青仔，你都找了几个地方，怎么连年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早知道应该先问问立秋。不着急，慢慢找，总会找到的。哎，不能慢，我先去前面看看。等等。今天吃的好吧？跟着老大吃饱饱。终于找到你们了，探照猎羊。强化巨灵掌，攻击两力。不对劲，年兽的力量好强。立夏，加油！立冬，技能好了没有？灵凤，岩羊，降临，嗨，滚石。好了，来来来，你们两个赶紧帮忙！谁也奈何不了我，声小强化，虚弱不堪。好累，没力气了。挺住，邪气精灵，加油！倒下吧！打雷了，打雷了，讨厌呀、节气开门。快召唤吧，我要跟惊蛰哥哥掰手腕。我也参加，我也参加。蛇精，虎娘，快上车，快躲开。我晕了。我们快开始吧。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春雷响，万物长，出来吧。这次总算成功了。饿，好饿。哇！电子香肠，辣杆子烧鸡，电子火烧，平度热拌凉。还有吗？我还饿。还没吃饱。我的天，简直比年兽还能吃。我的零花钱都被惊蛰吃光了。召唤惊雷需要很多能量，
所以金哲弟弟需要补充大量的食物。那就开始呀，召唤惊雷。还没到时间。节气是有准确时间点的。好吧，那就等等吧。有能量的感觉真棒。绵绵软软的，太好吃了。节气时间马上到了，太好了，金哲快召唤惊雷吧。平度小心点儿，看好喽。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他是不是忘记魔法了？春雷怎么念来着？来了吗？可能是我睡太久了。今年的惊蛰好奇怪啊，这雷要响不响的？惊蛰时候的雷可是最宝贵的，可别不打雷呀。惊蛰的雷宝贵？青仔，真的假的？平时叫你多看看节气知识的书，你就不听。我以后努力看好吧。快说。电闪雷鸣的时候，闪电能使空气中的氧气、氮气、雨水形成硝酸，并随雨水进入土壤，形成容易被农作物吸收的硝酸盐，达到给农作物补氮的效果。而惊蛰时期，正是植物开始茁壮成长，急需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惊蛰的雷很宝贵。哦，很科学的解释，原来古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平度，青仔，我想起来了。冬虽过，倒春寒，万物复苏很艰难。惊蛰节到，闻雷声，震醒蛰伏越冬虫。春雷响，万物长。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春雷！讨厌的乌云，别想打雷吓唬我！宝贝，击碎它！消失吧！快看，这年兽啊，肯定是年兽。我们回去拿蛊。我去看看，等等我们。年兽，果然是你，烈阳。麻烦的精灵。看招！许灵掌，强化！春雷降临！春雷劈响，春雷花开！你在卖萌吗？老大，他这是在试密码喊口号呢，还喊错了！不许笑我惊蛰哥！在这儿呢！再吃我一招！冰魄！天雷！怎么样？伤害性不大，但打断你的魔法绰绰有余。我们来了！不好，快拦住他们！以形换影！惊喜！
一响，惊动万物，春雷始鸣。啊！一起欢迎！总算打雷下雨了，春雷响，万物长。哦，嘿嘿，这次惊蛰精灵立功了，吃的多果然厉害。嘿嘿，都是大家的功劳。惊蛰弟弟只是用光了能量睡着了，吓我一跳。你看这儿，还有这儿，节气仪损坏的位置好多。先统计一下具体的损坏情况，我能帮忙寻找修复材料。轮转四季就是我心中那朵最翠绿的芽儿，大家一起加油吧。春分时节吃汤圆，这肯定是给我们准备的。没有勺子呀，看我的。弟弟吃，哥哥吃。糟糕。怎么了？桌上的汤圆没有馅儿，是我准备的春分习俗，粘雀子嘴。只能看不能吃，真扫兴。别郁闷了，我们玩个游戏吧。什么游戏？春分到，蛋儿俏。这能立起来吗？好像有点难啊。加油，一定能成功的。老大，没找到啥好吃的。我饿得两眼发黑了。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老掉脸子？完正得用猛药。老大，神器前面有宝石，背后会不会也缺个宝石啊？有道理。老大威武，修好了神器，试试效果。成功了，成功了。不好，接到立春的消息我们就过来了，这是太阳球体出问题了，晃得好厉害，怎么办？回去。不好，快帮忙。
捷径精灵，加油！我是不是老帮倒忙？怎么会？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刻，快联系徐老师。老师，捷径仪核心太阳球体产生了莫名的晃动，我怀疑跟太阳的运行有关系。不错，太阳环绕银河的轨道会受到银河旋臂与质量分布不均匀的扰动而产生变化，这一次的影响有些巨大，我正在想办法把这种影响减到最小。春分精灵，文邦山，黄龙玉。老大，文邦山黄龙玉肯定能修好神器，我以前在基地听说过。修好的话重重有赏。一天天愣头愣脑的，你在想啥呢？老大，你看，没鱼虾也好，先吃个鸡蛋垫垫肚子。来了来了，老大的吞天食地，我去放风。好大的鸟啊！我是兽，你们才是鸟。好了，平度来了。憨，什么眼神？那不是长得很像吗？老师最后提到了春分精灵，我们先把春分精灵召唤出来吧。春分秋分，昼夜平分，春分精灵出来了。昼夜相伴，阴阳平衡。哇，春分节太飒了！这只是暂时稳定节气太阳球而已。还没解决。文王山，黄龙玉。嘿嘿，文王山这么大，也不知道黄龙玉在哪里，只能慢慢的找了。精灵，天兽，猎羊，快吹！岩羊，冰空，天气精灵，加油！春生。好险啊！背后偷袭啊！飞身！追身想跑，没门儿！也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降临！嘿，晚了，眼泪！你别小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野兽呢？老大，老大当然是去你们要去的地方了。年兽怎么知道我们要找黄龙玉？因为你憨。
你没事吧？没事。老大，这里都是石板，我钻不过来。都搞定了。老大，他们也要找黄龙玉。哼，那他们没机会了。黄龙玉是我的，我们先去找。我可恶，出不去。没事，我们还有伙伴。没有，黄龙玉和这些缺口有什么关系呢？徐老师也没说清楚。而且黄龙玉也没有固定的形状啊。千年没见过桃花了，老大，没有人。文王山中桃花谷，桃花谷里桃花美。老大，好事，好事。谁欺负你了？没有桃子。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我们来这儿是干嘛的？就是我们来找黄龙玉的。不过老大，寿以食为天。那就吃一点。应该可以催熟桃子。老大加油！没用的家伙，看我的！神器竟然没有暴动。老大，你最棒，跟着老大吃桃子，老大加油！老大，我找到宝贝了。你能找到啥？就会跑。哦，老大，这该不会是？肯定是。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再试试。也不知道年兽他们找到黄龙玉了没有。一般玉石会用来做玉盘、玉佩，这里正好有个圆孔缺口。哎，你们找到什么了？我看看。平度他们遇到麻烦了，快去找他们。走。都闪开，让我来。有效果了。怎么又掉下来了？是不是要把黄龙玉嵌进去？这么大，怎么放进去啊？好不好？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被关在这儿？别问了，年兽也在找黄龙玉，快放我们出去！李秋，怎么才能打开笼子？立冬立夏，全力攻击这个点位。想到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啊，立秋找到能量的薄弱点才是关键。我们快走吧，年兽已经上山好久了。老大，再来一次吧，我还想吃桃子。先回去想办法打磨黄龙玉，修好神器再说。好，年兽别跑，看我的猎鹰！结界精灵，加油！黄龙玉，阴阳平衡，这是磁力作用。可黄龙玉怎么会有磁力呢？可又是年兽和恶鬼。冰冻。陛下，春生，可恶，能量不够了，有点头晕。阴阳平衡。这下看你往哪儿跑！小心！差点就被冻成冰棍儿了。失误，失误！快跑！总算搞定了。搞定什么？还有好几处地方没修呢。等着吧，精灵们。老大，喝点蟠桃大姜汁吧，去去寒。我要吃美食，我要能量，我要让可恶的精灵们知道我的厉害。扫墓的东西准备好了？差不多了。车开出来了吗？孩子们呢？踏青去了，晚点跟咱们会合。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百花如旧日，万景初新烟。这是楚祖伊尹，他还是个名医哦。这我也知道，伊尹是最早发明食疗法治病的名医。哦，这里怎么有年兽的气息？年兽，他来这里干嘛？我们一路上多注意点。黄龙玉，黄龙玉，你到底在哪里呀？累死我了，都挖遍了，好饿。活要干，饭也得吃。老大，找不到黄龙玉呀，咋办？好饿啊，老大。好香啊，跟我来。失误！能吃？是地鼠，是地鼠，是地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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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鼠。地兽这次表现不错，多给他留点儿。熬夜搞定，吃美食喽！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们都在躲雨，没跟过来。没湿淋雨就不好吃了，我得让雨停下来。我讨厌下雨，给我停下！果然是年兽，八成又是来找黄龙玉的。不能让他们找到，对，阻止他们。别冲动，我们先召集伙伴，等大家到齐了，一起抓年兽。植树不仅是清明习俗，还能够维护春夏秋冬四区域的有效运转。种树，种树，我喜欢绿色。立夏，你们在哪儿？我们发现年兽的踪迹了。年兽，我们马上就来。你们看。被闪电打成这样了，刚刚还好我们离开了。是啊，这些垃圾可不能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收拾吧。收拾完了咱们好回家。
这里就是刚刚闪电劈到的地方，年兽应该离开不久。立秋，赶紧找找。老大，有东西在你脸上。是年兽。大家一起上。顶部春生。今天加油加油。巨灵掌强化。竟然增强这么多，立夏获得了三重强化，但这依然不够。真相立夏攻击后面一星幻影。这家伙有点厉害，你们去阻止立冬，打断人类的增强魔法。立冬弟弟，小心！天雷！漫天秀叶！你休想！天神，你干嘛呀？陛下，小心啊！只剩最后两块了，再速战速决。脸羊，糟糕！完了！立冬弟弟，你没事吧？春生。都怪我，都怪我。再坚持一下。都是我不好，我一直都那么冲动，都是我不好。立冬弟弟，你快点醒过来吧。你怎么了？立冬怎么了？火牛，你干嘛？我不是故意的。清明精灵终于醒了，太好了！清明姐姐，快救救立冬弟弟！交给我吧。气清景明。立冬没事了，太好了。感觉轻松极了。立冬没事了，接下来怎么办？当然是继续去找年兽啊。立秋，赶紧算一下年兽在哪里。这还用算？
年兽吃了红蓝菠菜能获得能量，你们猜带回去哪儿？红蓝菠菜园。老大，这是我的，我的。香，肯定就是这个红蓝菠菜，让我获得大量的能量。出发，红蓝菠菜园。那是我的呀，老大，我好不容易藏起来的。真漂亮。是啊，大姑河素有青岛的母亲河之称，景色很美的。哎，我们还有任务呢，别玩了。对对对，去找年兽。哇，呜，老大，我打听过了，这就是富含铁元素、能量充足的红蓝菠菜。出发上车啊！好多人呐！给我们留点啊，别装完了呀！终于走了，开吃！看我的，吞食天地！加油！加油！加油！这么多土，那生的跟之前吃的不一样。有了，怎么这样？快，快扇风！哎呀，又是潮湿暑湿，全是烟。清明节一直在下雨啊，找不到干燥的树枝。老大。老大，这个菠菜好好吃啊！满足，满足，再去。比我全盛时期的能量还差了不少啊！不过有能量的感觉就是不同。老大，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来了。还有那两个人类，慌什么？镇定！这肯定是年兽他们干的。他们应该走不远。巨灵掌，强化，哎呀！下！我根本就没走，在这等你们呢，等你们好久了。李东，岩浆，气清景明，异星幻影。节气精灵，加油！就剩一个了，要不要考虑当我的手下？你休想！这是什么？我的力量被吸走了。
啊！全太低呀，我不能释放能量啊！我们跑回去，立冬还在我们手里。有道理，走这边。好冷啊！啊！好冷！啊！光圈能量和冰冻能量中和了。天兽，闪电，闪电，快！你什么眼神啊？看准点！来呀，来呀，年兽！立冬弟弟，别找了，年兽已经跑了。气清景明。可恶的精灵，等我修好神器。黄龙玉，果然是我的福将。我还不信了。离我远点，啥也不。我将破损后的节气仪模型和完整的做了对比，发现还有六处需要修补。其中一处是连接处断裂，我们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方法才能修好节气仪。什么味道？是鲅鱼。哦，谷雨时节，山东有送鲜鲅鱼给老丈人的习俗，鲅鱼跳让人笑嘛。哇，这么大的鲅鱼，你外公外婆一定喜欢。我们应该再加些点缀，这样更有仪式感。不如让立春试试。我，这能行吗？只要漂亮就可以，你肯定行的。春生，明，哇哦！哇，艺术品啊，果然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真好看。吃不饱还得出来找什么小甜瓜。这小甜瓜能让我恢复力量，没找到不许回来。找到了。这是小甜瓜。它圆圆的，和老大美食宝典里的一模一样，水水润润，甘甜里还带着辣味。甜瓜不是甜的吗？怎么还有辣味？天兽，你困了吗？吃个小甜瓜解解乏吧。不吃就不吃嘛，生气对身体不好。你别跑！好甜呀！好甜呀！那才是小甜瓜，快跟上！
这也太慢了。哎，哎，烈阳！哎，水上好了。不行，又怎么了？古雨茶是二春茶，此时采摘的茶很细嫩，不能直接用滚烫的热水泡茶，得等水温降到80度。立冬，我看等着谷雨茶泡上，谷雨都过了。立冬，我这儿有温水。这个温度正好。立夏，谷雨茶温凉去火，你要多喝点儿。水又凉了，火牛，你能再打些热水来吗？没问题，我体温高，正好能给水加加热。那刚才泡茶的难道是你的洗澡水？味道还不错吧？天寿地寿这两个家伙一定又躲哪儿偷懒去了，还是得我亲自出马。这甘甜，这香脆，一定就是小甜瓜。谁呀？敢偷吃我的瓜？要去哪儿啊？老大，我们去给你摘瓜去。快去！我感觉充满了力量，正好练练手，把这些甜瓜都催熟。老大，别呀！老大，这是魔鬼！我现在力量倍增，还使唤不了他。大惊小怪。你们可真能吃，刚刚还在平度外公家吃了鲅鱼。你也没少吃呀。是有点撑了。好多人拍到甜瓜基地突然下了一场大冰雹，可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啊，一定又是年兽啊！那我们快去节气基地找立夏、立冬汇合抓年兽去。你拿回来。烈阳，立夏，打不着，移形换影。立秋，推演出年兽的位置，直敲年兽的最后一排瓜架。我要把冰雹都融化。立夏，我来帮你。年兽跑下第三排瓜架了。老大，接着。这就
叫自食其果。立冬，快帮忙！哎，冬！哎呦！哼，九鼎也想抓我！老大威武！老大加油！我来召唤胡宇帮忙。物候相依，节气归位。居然找帮手，偷袭，气死我了！哎，冬藏！古雨哥哥，你来了，太好了！快跟我去抓年兽！等等，还等什么？我睡了太久，把使用魔法的口诀给忘了。啊！春生，嘿！年兽的病包造成了节气混乱，小甜瓜想要健康成长，首先需要谷雨这个节气恢复正常。哇，可是谷雨却把魔法口诀给忘了。魔法口诀，哎呀，我的魔法口诀是什么呢？别管什么口诀了，先去抓年兽吧。啊，当务之急是帮谷雨想起魔法口诀，让节气恢复正常。说的对，年兽一定还在找机会增强力量，我们不能光等着。有道理。我有个主意，我们分成两队，我和立夏、青仔去找年兽，其他人去节气基地请教徐老师，帮谷雨想起口诀。好的，立春。好，分头行动，出发。差一点就赢了。就是，那个立夏可是被老大你打得哇哇叫呢。等我力量完全恢复，就算24只节气精灵全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红色的小甜瓜，老大，看什么看？找小甜瓜去。老大，那些精灵一定还在大棚里。那就去别处找。谷雨忘了魔法口诀。我一觉醒来把口诀给忘了。火牛，你能联系到徐老师吗？他一定知道。哎，老师又失联了，我也没办法。那怎么办？谷雨想不起口诀，节气会继续混乱的。不是有我吗？我经常跟在老师身边，对谷雨的口诀有点印象。火牛，别卖关子了，快说啊！我来。谷雨中霜出雷线。刚才的不对，再来再来。谷雨种棉花能长好疙瘩。谷雨栽上红薯秧，一颗能收于大筐。这些口诀对吗？我想起来了，谷雨的口诀和什么鸟有关？难道是谷雨节气出现的鸟？找了一圈，连根年兽的毛都没找到。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别急别急，我们先去外面喝点水休息一下吧。老大，这有小甜瓜，又大又圆，一定很美味。是年兽，跟上去。老大，这里没人。继续前进。是大狗狗。大狗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就是报春鸟布谷鸟，平度，你这次可下了一番功夫呀。可是口诀的内容还是没想起来，所以我们打算去山谷寻找布谷鸟，看能不能再想起什么。我们解决了年兽就去帮忙。好的，到时候山谷汇合。我们去村口买几个甜瓜再出发吧。咦，狗狗你饿了吗？我去给你拿骨头。老大太饱了，你们跑什么呢？老大，立夏追来了。又被那狡猾的年兽逃走了。那算了，我们去山谷寻布谷鸟，先帮谷雨找回口诀。好。老大，他们要去找布谷鸟，还有什么口诀？原来谷雨忘了口诀，那我们的机会来了。对了，我的甜瓜呢？什么？连甜瓜都看不住？全是我的，没你们的份。农民伯伯说，这个山谷就有布谷鸟的叫声。他们在哪儿？布谷鸟喜欢待在靠水的林地。不过他们比较胆小，一般躲在树上。啊，别跳！北面靠近小溪的树林栖息着布谷鸟。哎，老大，谷雨往这边来了。布谷鸟，一个。站住！立冬，小心！漫天秋叶。老大，他们不见了！追！烈阳！小甜瓜，我的，雕成小技，我的，不好，年兽在恢复力量。谷雨，你快想起口诀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口诀，我的魔法口诀，谷，快播五谷，播种播种，保种保出。我想起来了，我的魔法口诀是：谷雨早栽秧，节气正相当。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老大威武，一声白骨。移情换影，我找到修补节气仪的方法了。生白骨，哎，节气恢复正常了，小甜瓜又恢复健康了。
我们给你找来了。甜瓜吧。瓜皮。可恶，鸟都敢欺负我。来来，称一下，看看你们是消肉还是发福喽。你先你先，我不用称。立夏，过秤是传统，你得面对现实。我才不要称重。青仔发福，一斤三两。哦，发福喽。平度，到你了。不用不用，我去帮妈妈。这么大了还冒冒失失的，你们快来吃春卷。来喽。你们慢点吃，还有夏饼、面饼和水果呢。谢谢齐妈妈，好吃。吃饱了，带点春卷去节气基地吧。英雄所见略同，早就准备好了。这些火烧的能量还不错，就是太少了。哎呦哎呦，有只大狮子。哎呦哎呦，流浪狗真可怜。不怕，跟我回家吧。我一定会去救你的，等着。大家加油干，好好把季风输送到人间。太难了，输送季风的舞蹈不适合我。火牛，你把我们都转晕了。好吧好吧，我也有点累了。嗨嗨，青仔、平度，好香的味道，你们带了什么东西？我给大家带了春卷。好香啊，让我尝尝。得等大家一起。进去躲躲。感谢老大没有抛弃我。就是，你要好好感谢老大。客气啥，老大照顾小弟是应该的。哎呦，为了救你弄得我肚子又饿了。我马上去找吃的，别忘了我的。你也去帮忙。是是是，老大。我们统计了一下，节气仪还有六处缺口需要修补。其中有一处是圆柱一样的连接杆。观察了一下形状和材质，这个连接杆应该可以用平度土陶技术来制作。真的？走走走，马上去学土陶，回来补缺口。今天是你的节气，你要继续输送夏季的季风到人间呢。我陪你。那就由我们带着立春和立秋一起去吧。哇！累死我了，休息一下再找呗。我也跑不动了，好想吃东西啊。希望今年雨水充足，蒜苔就能大丰收了。是啊，到时卖个好价钱，今年的日子就红红火火了。饿得吃草。味道不错呀。这味道太特别了，我喜欢。真的假的？好好吃，肚子不饿了。我们吃饱了再带一些给老大。土陶制作有玄土、
揉泥、拉坯、晒干、烧制五道程序，其中拉坯成型最为关键。馆长，我们想要制作图上的这种形状，你能教教我们吗？没问题。揉泥时要有耐心，拉坯时切勿急躁。手要以圆盘正中为中心固定住，不能晃动。我马上就要成功了。没关系，再来一次就好了。看来做任何事情都要全神贯注呢。拉坯时一定要专心，加油。再来一次。加油。这些皮拉的还是不错的。太好了，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我们赶紧烧坯去。对不起啊，孩子们，我临时有事要出去一下，我们晚些再继续吧。好的，谢谢你，您先忙吧。你们可以随意参观一下。这个胖胖的图偶像不像你？太搞笑了。那个比较像你。怎么有精灵的声音？这些怪娃娃难道是什么秘密武器？我得去瞧瞧，好用就拿走。年兽兽，嗨，好巧啊！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你跑不掉了。年兽，你快乖乖跟我们回节气基地吧。可恶，好饿呀，没能量。年兽似乎有些虚弱，是不是生病了？我们试探一下。我们来帮忙。可恶，不讲武德。自己在同情角度，左前方十点钟方向，吹声。可恶的精灵们！完了完了，老大被抓住了，怎么办？怎么办？声东击西，你东我西，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啊？你够了。我去引开他们，你去把花瓣光罩钻破。钻东西我最拿手，我往东还是西呀？老大，我来救你。天寿，天寿干得好。又被他们逃走了。他们太狡猾了，下次我们叫上立夏和立冬一起。算台走不动了，好饿啊。好啊，让你们去找吃的，你们居然给我吃草。我又有力量了。我就说老大一定会喜欢蒜苔的，果真如此。蒜苔？什么蒜苔？就是这个，我们在蒜苔园摘的。很好，明天带我去蒜苔园，我要吃个痛快。烧之前还有一步，那就是踏釉，慢慢刷，动作要轻柔，落刷要均匀。这次年兽怎么没来捣乱啊？你还盼着他来啊？谢谢馆长。
不客气，平度，下次和你爸爸一起来啊。好嘞，再见，馆长叔叔。烧制好了，我们先回去修补节气仪吧。修好了就去找年兽。年兽还不知道在哪里，连立秋都推算不出来了。嘿嘿，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真的？在哪里啊？保密，走吧走吧。还保密？我看你是找打。为了防止精灵们搞突然袭击，你们在外面守着，有动静随时向我报告。没有能量，一定是我吃的不够多。看来这些剩下的蒜苔还没成熟，无法转换成能量。啊，老大，有人来了！立夏无雨，对头无米，只要来一场雨，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是啊，雨水中的养分可以加速蒜苔生长，让它们早点成熟。早点成熟呀？要不我们再等等？等什么等？肚子饿是头等大事。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也讨厌下雨。老大不是讨厌红色吗？怎么还讨厌下雨呀？下雨积水，老大就会在水面看到他那张大红脸。神奇神奇，听我心意，快快让蒜苔成熟。没反应，神器坏了。在那边干嘛呢？赶紧过来。很软啊，舒服。李寿，你干的好事。老大，我错了，别打，打手就不帅了。接住我。失手了。怎么变成这样？这边，过去一点，过去一点。终于修好了一部分。太棒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捉回年兽了，伙伴们，出发！哎呀，都被热死了，吃不成了呀！老大，水来了！哎呦，吓死我了！讨厌的红色！老大，快戴上！开呀！痛！哇，好酷啊！这下我不怕了，行了，快去提水。好。哦，有意思，好宝贝呀、啊！年兽就在附近，我感受到了。可以啊，青仔，你怎么知道年兽会在这里？昨天天兽来救年兽的时候，落下了两根蒜苔。这帮贪吃的家伙一定有什么目的，所以我推测他们会来蒜苔园。可是那也不能确定，就在这里呀、啊。这里可是平度最大的蒜苔基地。别分析了，肯定在那边。快，这次不能让他们跑了。已经好多趟了，累死了，这得提多少桶啊？别拖拉，快去快去！又累又饿呀，老大。老大，他们来了！老大，节气精灵来了！
可恶的家伙，我们要主动出击。老大，我们还是躲一躲吧。也好，肚子饿呀。说不定精灵们能救活这些蒜苔。好主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哦，这年兽太可恶了。我们得救救蒜苔园。我们得救救这些蒜苔园。我可以用雪花给他们补水，冬藏。失误失误，我再试试，加油！冬藏。有这么多雪，应该可以让蒜苔快速补水。像不行，要不让立春试试。春天是万物生长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春生。今天是我的节气，还是我来试试吧。有道理，你快试试看。下掌。好像不行。看来是我最厉害。是年兽啊，又让他们跑了。别着急，总会抓到他们的。现在就算他原重要。这真是及时雨啊，我们再加把劲。春生。立夏百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中耕除草拔桑毛。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嘿嘿，呵呵。太好吃了，有能量的感觉真好。还是老大英明，好吃好吃。我要打包。如果每次都能快速补充能量，我们就能天天过年了。老大，接下来是小满节气，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这家伙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老大，我这是未雨绸缪呀。好吧，节气基地里可没这么多好吃的。我想起来了，下个节气的小满精灵没啥本事。宝典上说，这里生产一种叫油桃的水果，能让我迅速恢复能量。油桃在哪？我都快饿扁了。跟我来。原来这是你的呀。瞧你干的好事儿。这次又得麻烦你们了。不麻烦，孩子们也该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的。拿着，这是你们的装备。
是用来除虫的吗？聪明，这是喷雾器。每年到小满的时候，小麦都很容易受病虫害的影响，所以要给他们除除虫。我们去另外一边。哦，我们要去干活了，你们自由活动吧。你看，现在的小麦粒已经开始饱满了，但还没成熟。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嘛，所以这个节气才叫小满。说的没错。这要看，眼睛都摔花了。老大，等等我！红色，我讨厌红色。红色，救命啊！这样老大醒来就不怕了。高，实在是高。今天辛苦了，去旁边的油桃园摘点油桃带回去吧。油桃，我早就想吃了。这俩孩子真是贪嘴。孩子嘛，开心就好。太悬甜了。天黑了吗？怎么什么都看不到？老大，别拉开。你们不许吃，要先把我喂饱。好吧，你是老大。嘘，好像有人来了。快躲起来。好大的油桃，我不客气啦。平度，干嘛抢我的？刚采下来的油桃要先洗过才能吃。可这里也没有水啊。我们可以让小满精灵来帮忙，他的魔法就跟水有关，还可以跟他分享。好，物候相依，节气归位，苏醒吧，沉睡的精灵。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满精灵在此，哈哈。好香啊！你们是叫我来吃油桃的吗？对啊，顺便用你的魔法帮我们洗一下油桃呗。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为了好吃的，小得盈满。走了，没事，我们去捡吧。好甜啊！什么声音？是油桃的声音啊。年兽，你怎么在这里？红色！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一个都跑不了。哎，这里有他们就够了，我们去追踪年兽吧。小马，干嘛增强水魔法呀？立夏哥，你就不该用火焰魔法。哎，这就想打中我？我，立夏哥，小心！天雷！立夏哥。饶不了你！白白的点嘞！李夏哥，我一定会替你抓住他的。哎，呵呵，嘿嘿，那两个家伙怎么还没跑出来？啊！年兽就在麦田里。年兽，你跑不掉了。你们是我的对手吗？别装了。现在还没有能量，对吧？老大，救命啊！没事，有老大我罩着。飓风，招来！小马，快用你的水魔法挡住冰雹！我也想啊，魔力不够。我们来帮你。斗转星移，日月乾坤，万物之灵，赐我能量。我要上来！嘿，停住！你没事吧？我没事，还好没砸中头。小心！小马，小马，小马，快醒醒！小马，是爸爸。等一下再回，我们先去基地救治小马精灵。不，平度妹妹，你留下，我们需要有人关注年兽的情报。坚持住！别出来！哦，青仔，小满他怎么了？他被年兽打伤了。小满伤得太重了，我的魔法治愈不了他。那怎么办啊？可恶的年兽！每个嫩芽都会开出独一无二的花，不能让它在这个时候枯萎。大家跟我来。有一次我受了重伤，徐老师就是用这棵千年桃槐树的叶子帮我疗伤的。你们这样太慢了，看我的。火牛快停下，你这样会伤到千年桃树的。怎么回事？天黑了。好困啊！那群精灵肯定想不到我会回来。老大，你真聪明。可你不是讨厌红色吗？我不看不就行了吗？你们先喂饱我，不然不许吃。哦，怎么又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吗？老大，我帮你。老大，这边请。真好吃，多给我拿点儿。你搞什么？
么东西？可恶，一条狗而已，又不是没能量，谁怕你呀？小满，加油，坚持住！啊，好舒服啊，好久没泡过澡了。舒服啊，我也来泡泡。林夏，别！我怎么感觉浑身发烫？我刚想说，健康的精灵泡进去会有不良反应。不知道小满他怎么样了？你们干嘛呢？真是特别的欢迎仪式。抱歉啊，平度。小满，你没事了？平度，我快窒息了。既然你恢复了，那我们去找年兽吧。据我推测，年兽还需要补充能量，我们再去麻兰油桃园，他肯定在那。年兽他们真的会来吗？老大每次都这样，我也很饿呀。动动脑子好吗？我们可以先吃饱啊。对呀、啊、对呀、啊。他们来了，哼，大家别打草惊蛇。立夏呢？啊！天兽地兽，你们这次逃不掉了。大家快跟上。元阳，看我的小德盈满。老师，吞噬。是吧？年兽，快跟我们回去！你在人类世界只会给大家添麻烦。我只要自由，你们管不着。不能再让你胡作非为了！哼！强化！立夏和小满交给我，你们去对付其他人。是。是天雷！能量光线！哪有什么能量光线？你以为是美少女战士吗？我只是吓唬他一下。小德盈满，烈阳，陛下，小满，天兽，我来了！我已经有完美的计划了。行动吧！年兽，来一决高下吧！就凭你，强化！
是阳公。李东，该你了。封堂。成功了。我拦住他们。分身。算了，平度，大家都累了。好可惜啊。老大，我们就只有这两块番薯了，该怎么分啊？都是节气精灵害的。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番薯焦了，好饿呀。芒种，好吃的包子、面条、烧饼，好吃的。春正日，夏正时，应芒种，请此时。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是个繁忙的日子哦。好的，记者，要记录时节的美好。哦，小心！好重啊，你要减肥了。青仔，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袁隆平爷爷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希望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哇，你的目标好远大。再远大的目标也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帮忙收麦子，这是农耕与节气的文化。这么大一片，要收到什么时候呀？不如我们试着召唤一下芒种精灵来帮忙吧。物候相依，节气归位，芒种精灵，快快出来收麦子吧！这次召唤真轻松。耶！好困呢。果然还是没那么容易。是不是生病了？春生，芒种弟弟这样昏睡下去会出大问题的，得想办法让他打起精神来。该怎么办呢？芒种，芒种，麦粒渐满，也许用小麦做成美食。有道理，走，咱们带点新麦磨制的面粉回去。流浪的兽在外没吃的。老大，老大，你去哪里了？不要丢下我呀！我在这儿呢，想叫唤什么？老大，老大，我以为你不要我了。走开，不要恶心人。找到小麦在哪儿了吗？老大，小麦没找到，但是我找到了更好的。82年的过期罐头。好香啊！真香啊！
加油！哎呦！你爸爸也真是的，一工作就不知道吃饭。我给他送点饺子去。妈妈，你慢点哈，注意安全。厨房还有饺子，你们没吃饱自己拿啊。吃个饺子，赶紧醒过来吧。睡着了可不能喂东西吃。放心吧，我们是精灵，和人类不一样。我感受到了能量，可惜没有了。我也没吃饱。就这么点饺子还不够塞牙缝的，你们去引开他们。难道是妈妈忘记带钥匙了？是天兽，居然敢找上门来！走，等等，懒虫还想吓我？我是被吓大的吗？这饺子包的太小了，我来个大的。他们躲哪里去了？看着他们到了这里，怎么不见了？看到他们了，别躲了。哼，老套的方法。你怎么看到我们的？他们在那儿。天兽，他怎么看到我们的呀？因为你没脑子，他骗你。我最恨别人骗我了。春生，飞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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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小松鼠。可恶的地头。节气精灵加油。春生，天兽救我。天雷，小心。那是活的饺子。算了，本兽不跟你计较。好大的饺子。厉害吧，我包的。
糟了！小气的家伙！刚刚是年兽。天兽，老大真的回来了吗？刚刚我们在平度家不是都听到了吗？他们只说老大做了个大饺子。别啰嗦，快点，老大做了饺子难道不带回来吃吗？老大给我留点。谁在叫我？对了，得给那两个家伙留一点。别躲了，发现你了。哎呦，太感动了，老大果然没有忘记我们。太好吃了，好吃。可恶的年兽居然还会调虎离山之计，幸好芒种精灵正好吃饱醒了，竟然把厨房搞得一团糟，等下就去找年兽算账。糟了，芒种噎住了。早告诉你们不要边吃东西边玩。对不起。好了，吐出来了。我再也不边吃东西边玩了。立秋，你推演一下年兽在哪里。这次一定要抓住年兽。知秋。如果徐老师在就好了，我就有鸡蛋有美食吃了，也不知道徐老师怎么样了。你们干嘛去？发现年兽了，这次绝对要把他抓回来。年兽，我也去。肉馅儿，记住了，刚才的饺子不是咱们吃的。没给老大留，老大会把我的屁股打开花的。可恶的小偷，别让我知道是谁，敢偷吃我年兽的饺子，气死我了。是啊。好像是老大。老大，快醒醒，快醒醒。是谁抓我？谁用水泼我？怎么脸还有点疼？低声。老大，不，我不是。别想偷懒，赶紧过来挖灶生火包饺子了。上次的饺子没了，这一次我要包一个超级大饺子。啊，这里就是了兰小麦基地了，年兽不会藏在麦田里吧？推演不会错的，年兽就在附近。
哇，那边有怪兽嘞！真的耶，过去看看，拍个照。看，还要找年兽呢。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弄回来的面团包的饺子。老大威武，老大最强。哇哇，好香啊！香，真香，在那边，走去看看。太好了，只吃一口就恢复了不少能量。是年兽他们。讨厌的精灵，巨灵掌，强化！速度好快！杰奇加油！别躲呀，想玩打地鼠吗？好吃，手艺不错。那是我的饺子。还我饺子！漫天秋叶。到点了，睡觉去。就跑了。羊，耳边，闪开！好冷啊！每次都是你坏我好事，吃我一拳！连收带送，快快快，再快点，帮忙，再帮点！这家伙好快啊！左手，右腿，得用他智慧才行。屁股，脑袋，以形换影。还有谁？天寒地冻，以形换影，不逃。啊，每次都慢一步，下次我一定早点。年兽怎么一下变强了？徐老师说过了，越往后接近年关，年兽就越强大。何况这次他还吃了补充能量的东西。哎，真可惜，还是让年兽跑了。老大，老大，你没事吧？你们跑哪里去了？地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就我忠心耿耿跟着老大，很好，我们再去讨些新鲜的面团，回去继续包饺子吃。好呀好呀，多准备点，还不知道下个节气有没有好吃的。等地兽回来，我要这懒虫好看。睡觉觉，乖宝宝。火牛，火牛，老师，夏至是太阳北行的极致，今天要小心年兽破坏，不然会出大问题，你赶紧通知大家。火牛在练铁头功吗？火牛，你怎么了？老师说今天是夏至。然后呢？然后我就也好晕了。
虚惊一场。铲屎教，夏至到，大家都在啊。亲子，伙伴们，我带你们去千佛阁吃夏至面。好啊，走。老师说了什么？我好像忘了。这千佛阁以前有一尊大雕像，据说大雕像下面有一个莲花座，莲花座的每一件花瓣又都有一尊小雕像，所以叫千佛阁。我知道的。我闺女就是聪明。今天是夏至，走去吃碗夏至面。好啊好啊，爸爸快点这边。您好，我们要三碗夏至面。好。夏至吃面预防暑，折扇消夏又避伏。夏至当天日最长，一天更比一天短。哇！老大，是这儿吗？就这儿，千佛阁边夏至面，能量充足，特别香。不好搞啊，人太多了。嗨，你好，怪兽叔叔，你扮演玩偶辛苦了，吃碗夏至面吧。你不用筷子吗？老爸老妈，我去喊青仔哥来吃夏至面。青仔说等下来，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可以和我合个影吗？这怪兽玩偶还挺好玩的，我得发到网上去。谢谢叔叔，叔叔再见。这么多人被看穿就麻烦了，得赶走他们。宝贝宝贝，下点雨。难道是日食？怎么回事？今天并没有日食啊！青仔哥，天怎么突然变黑了？肯定是年兽捣乱，我们这就去抓他。就是我金角大王搞的。年兽！悄悄过去看看情况。俺是大火箭，俺是一道光。兽，看招！这是什么？不太对劲啊！不是年兽的声音。你怎么穿成这样？我在网上看见这个金角兽玩偶挺受欢迎，所以用来表演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穿成啥也不能乱来啊。立夏，你冲动的毛病要改改了。好嘛好嘛，我以为是年兽。莽撞的哥哥又好心办坏事了。立秋妹妹，你找找真的年兽呗。知秋，有感应了，年兽应该就在平都城。嘘。
老大威武。老大，你是咋想到让天变黑这么高明的方法？因为我是老大。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来了。嘘，假装没看见。哦，嘘，年兽他们就在前面，趁黑偷袭他们。我打头阵。不好！移形换眼！早发现你们了，还想在黑暗中偷袭我，没门！年兽老大总是在除夕夜出现，早就习惯在黑暗中行动了。我即使钻入黑暗的地下也可以看得到东西，黑暗对我没有影响。哼，我也不怕黑。异形幻影。我们还有手机。我可以依靠气流的感应配合移形幻影搞定他们。年兽别得意。是我。抱歉抱歉。我在这儿，来抓我呀！快召唤下只精灵来帮忙！斗转星移，日月乾坤！休想！可恶！我们先撤。想跑？冰空！老大！怎么突然就变成晚上了？地球是靠着自转形成昼夜，现在原本应该面向太阳的一面被转到背面去了。都是年兽搞的鬼，要是年兽没从我这里逃出去就好了。不怪你的，我们都没有及时发现年兽的阴谋。没事的，火牛，我下次一定抓住他。都是我太慢了。我们再召唤下只精灵试试。斗转星移，日夜乾坤，苏醒吧，沉睡的精灵！西山已暗隔轻舟，犹照东山一抹明。夏至前来报道。夏至妹妹，快！别着急，黑夜与白天的转换我很拿手。正午之光。节气仪受损了，我只能暂时稳定日夜的交替。要彻底解决，还是得到现实世界去。对，再去找年兽。不过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黑暗中战胜年兽。我有计划，我们要光明正大的战胜年兽，把它从黑暗中揪出来。老大，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今天是夏至节气，是吃西瓜、吃大葱、大蒜的好时候。西瓜是甜的，大葱、大蒜是辣的。这个人，你还有心思关心这？早点回家吧，这白天变黑夜的，我心慌。
有一个能量充足的美食在那边。龙大志，小点儿。好，那就按夏至的计划，大家先跟我一起回家，准备充足的光源和美食。嗯，然后就去千佛阁找年兽。哎呀，什么东西？这。天哪，你只会跳舞的小狗狗，我得喂它好吃的。你是谁？同行吗？还偷吃我东西？嗯，大家看啊，有人抢东西了。算你跑得快，不然我报警了。小狗狗呢？我还想带回家养呢。夏至，你的计划真的可以把年兽引出来吗？放心吧，年兽贪吃，我这是阳谋。啊，年兽？好像是，肯定是。谁？是谁？偷吃我东西的家伙，有本事出来单挑！又打错了，立夏。这个人的光源和美食比我们的强好多，要是能借他的场地和东西用一用，我的计划会更成功。我们去道歉，顺便和他商量一下。那我们先按计划准备。刚才是我们不对，可以把东西借我们用一下吗？就好了，那就借给你们用，我去那边等一会儿。谢谢。听到大鼓的声音，我们就发动总攻。年少，我们知道你在这儿。年少，我们有很多美食，你敢出来堂堂正正战一场吗？老大，这是诱饵。怕什么？我现在还有能量，咱们拼一把。太明显了，年兽真的会来吗？年兽，青仔，不会，是分身。他在这儿。嘿，哈哈，天雷。就这两下，亏我还准备半天。夏至，他在这儿。手指头。等我吃饱了再收拾你。行动！我讨厌这个声音。全伤！四季轮转，节气加油！跳舞之风！还没有结束，你的该你了。星仔，加快频率，拖延时间。我来辅助赵英，陛下，你战斗力强，快去帮忙。惊喜不？以光明驱除黑暗，光明天子。炎阳，正午之光。
冬藏！老大，救救我！啥情况？之前我一直发不出魔法。没事啊，你这次立了大功。快撤啊！老大，快跑！来不及了，我们先回节气基地，看看节气恢复了没有。好歹抓了一个，先把他带回基地吧。就在你们回来前，节气恢复正常了。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会干。我是吗？我不会出卖老大的。老大，虽然地瘦憨憨的，但我想地瘦了。你工作不？不工作就要挠痒痒。不工作！救命啊，老大！救命！等下个节气，补充完能量，我们就去救地兽。救地兽！猪还是俘虏吗？睡得比我都香。吃西瓜喽！不说说年兽在哪儿，不给吃。还是给他吃吧。你看他这样子，他们住的地方一定是在荒山野岭，平常没啥好东西吃。是啊，那破山洞又荒凉又没东西吃。原来你们就躲在某个山洞里，范围又缩小了。啥小了？能给块大西瓜吗？不行，星仔告诉我，多劳才能多得。我力气可大了，我要干活，我要吃的。那你吃好了就跟着火牛吧。今日小鼠好想星仔他们啊。立夏，你也就仗着神器厉害。大！年兽，你也就仗着身体大。现在我比你还大，我看你怎么逃。我不是在山上抓年兽吗？没法烧呀。好好看看这是哪儿。你们在干嘛？今日小鼠去巢晒服。又累又热，咱们去姑姑家吧。她那甜甜的西瓜刚好成熟。好呀。哇哦。这就是咱们要的西瓜，吃了它恢复能量，我们就去救地兽。能量充足，就是没啥味道啊。胡子老大，不行，地兽还在等我呢。天兽，把西瓜拿过来。是老大。这都是我姑姑家的西瓜，你们看中哪个吃哪个。给大家露两手。
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来了！只有两个精灵，不吃！你出去吸引他们注意，把他们引远一点，我暗中找机会困住他们，然后就可以去节气基地救地兽了。是老大，可就我一个，我有点害怕。少啰嗦，神器借你防身。是。快放了地兽！天兽！可恶！别跑！追错了，跟我来，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一道身影飞到这边了。跑又跑不过，藏又藏不住，这可怎么办呀？神器老大，你比老大还大，就给力一次，大风来！难道这大鼎和神器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能给神器充能？天兽，你逃不掉了，跟我们回去吧。想得美，只能再赌一次了。神器呀，发威吧！迷雾招来。可恶，什么都看不清了。林春姐，你撞到我了。我们招的迷雾只有我们看得清，你追不上的。李春姐，你干嘛打我？立夏，你小心点，你打到我了。立夏，看招，天雷。灵动，你在哪儿？现在雷雷雷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怕不怕？装神弄鬼！天兽，你们都不害怕吗？天兽是天兽，在我这边。才是天兽偷袭我！原来你在这儿，看招！怎么老是横冲直撞的？我以为是天兽。别冲动，看清楚。差点又出错了，不能太急躁了。我们要先想办法把浓雾驱散，或者直接走出去。但是这个迷雾好像迷宫，怎么走都出不去。对对对，感觉在雾里绕圈圈。我觉得可以让小鼠精灵来帮忙。日月星辰，四季轮转，沉睡中的小鼠精灵，苏醒吧！召唤不出来吗？地兽，我来救你了！嘿嘿，呵呵。
火力气很大，会喷火。你被老大骗过。上次是我大意了，他再来我打扁他。你被老大骗过。我要是生气了会很可怕的。你被老大骗过。你们把地兽关哪儿了？年兽。老大，老大来救我了。火牛，我们没事，快抓住年兽。年兽。老大，我在这儿。哎，地上。哎呦，又饿了。火牛发狂了，红色真讨厌。好烫，好烫！气死老牛了，又让年兽跑了。立春他们也联系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召唤不出小鼠精灵怎么办啊？太好了，这风来得好。好像没用啊。笨笨的精灵，这可是神器发出的浓雾，怎么可能轻易消散？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快，再召唤小暑，这是小暑三候之一的温风至。日月星辰，四季轮转。是小鼠精灵，快跟上！来不及的，没有手环，我们出不去。如果能快一点就好了，我这慢吞吞的毛病一定得改掉。耶！疏忽温风至，因循小鼠来，我就是。小鼠，这是哪儿？我没醒吗？别迷糊了，小鼠，我们被困在浓雾里，需要你帮忙。还有小型天兽，它就躲在浓雾里。我知道了，区区浓雾岂能难得倒我？是什么厉害的技能？起作用了吗？我忘记口诀了。嘿嘿嘿，带你去吃大黄布西瓜。我要吃，我要吃。那不是怪兽，是穿着人偶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只奇怪的小动物。爸爸。这么热的天还给你添麻烦了，莲藕最适合小暑天吃了，还请收下。叔叔辛苦了，拜拜。真好吃，就是有点少。这还是天兽不在，不然更不够吃。差点忘了，天兽还在三河山天使立下他们呢。我们快去找他吧。那只西瓜，西瓜，天兽，天兽肯定饿了，我们吃饱了给他带点。对对对，老大英明。口诀，口诀是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你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犯糊涂呀？立夏，冷静点儿。
又跑哪去了？哎呦，这儿怎么有个柱子？老大救出地兽没有啊？我都饿了。算了，我先走吧。哎呦，哦，我也被困在迷雾里了。终于能动了。主角，我刚才被电的时候想起来了，正被你也。禽兽，哪里跑？快追！他们要搬到什么时候？妨碍我补充能量。老大，我饿。哎，看见没，我招来的。老大喂我。哎呀，要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老大在哪里？老大在哪里啊？哎，老大救命啊。别想跑，岩羊。老大，我差点就回不来了。天兽，太好了，地兽，你被老大救出来了。地兽，你怎么跑出来了？我要跟着老大。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捉住你了。红色。欢迎！冰霜，姐姐，正被你也！移形换影，得先解决小鼠。巨灵掌，强化！小心啊！弟弟，你注意点自己人。立春，你没事吧？我们去捉天兽。老大，接球。小鼠精灵的技能厉害，我们围绕小鼠来打。春生，正被云烟。还有最后一点工作。甜的西瓜，西瓜呢？不是吧？小鼠、火娘，你们怎么全吃光了？吃饱了才好继续抓年兽啊！借急借躁，来杯山泉水泡的茯茶如何？等会儿喝，我看看电脑怎么走。恭喜你战胜大师级电脑。哇，老爸，你怎么能赢电脑？科技很棒，但人下棋会磨练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做其他事也一样，要学会控制自己。外面好热。青仔来了，来考考你。讲讲茯茶。大鼠喝茯茶，
清凉又去暑。茯茶的组成是金银花、夏枯草、甘草。哎呀呀，你们一聊起节气知识就好久。走，先生玩去了。我才刚来。要获得食物，必须走出去。医生，你去探探路。啊，烫手了！哎，救命啊！救命啊！医生，该不会是中暑了吧？啊，没那么烫嘛。我又活了，怕不怕？医生，老大，我下次不敢了。医生，你平时不这样的呀？我看人类电视机里有这样捉弄人的，我就想试一下。来人了！听说只见大象又获奖了，那可不。咱们新河镇草编天下第一。只见大象是什么？天下第一，我要定了。前进，新河镇。大暑太热了。大暑不暑，五谷不谷。那地里的农民伯伯，街上的外卖哥哥会中暑呀。我们召唤大暑精灵，看看他有没有好办法。哇！哇！物候相宜，节气归位。大暑，你能让天气变凉快些吗？气温有点反潮。但天气可不能随意改变，如果能修好节气仪，应该就会好一些了。你来的正好，我们去大殿商议一下节气仪的修复工作。你们先忙，我找大暑有点事儿。这么说，你想通过提升火焰能力来打败年兽？交给我，我可是夏季最火的精灵，骄阳似火，看我如何发力！火焰不够大，还能再大点吗？爆发吧！大叔，你怎么回事？我。大暑打中的是碎石，没有伤到节气仪。不过托他的福，我发现了一处新的破损。真的有草编的大象能修复损坏的地方吗？只见大象很有名的。老大。没有指尖这么大的大象啊！有情况，老大！快，先躲起来！欢迎来到草编世界。指尖大象呢？这些都是。这就是指尖大象，它不是指动物的大象。而是说用手指编织草编，成就世间万象的意思。老大，这里比外面凉快多了。没出息。都别出声，外面有人。你们误会了指尖大象的含义，不过你们的要求可以完成。那您可以教我们编一只大象吗？来，我教你们。编织的时候要深呼吸，手放松，学会控制力度。设计图样的师傅来了，我招待一下。你先学着编简单的，我等一下来看你编的怎么样。好嘞。
谢谢阿姨。哎呦，这草怎么不听话？刚刚那个阿姨才说了，要深呼吸，手放松，学会控制力度。你俩在这儿待着，我去看看他们想干嘛。再给我一根草。我好像掌握气球了。大家加油，编好大象就能修复节气仪了。那可不一定。可恶，脚麻了。老大，老大，我们先出去埋伏，抢走他们的草编大象。是。大鼠，你怎么把自己编进去了？里面凉快，我等下能出去。真正的草编大象。再见。天树，猎鹰，匕首，年兽。拿到了。这就是指尖大象吗？你怎么在里面？没想到吧？节气精灵，加油！骄阳似火！春生，年兽，跑不了了！让你跑，让你浪，欺负精灵不可饶！我的个乖乖，这家伙火气好大呀！不过，似乎越生气越没法控制自己的火焰。大厨，你没吃饭吗？你看我毫发无伤。年兽毁灭吧！大厨，别！讨厌的红色。不过，任务完成，再见啦！对不起，我没控制好火焰，毁了大象。别难过，没事的。别人只能毁掉我们手中的大象，但我们脑海里的大象谁也抢不走。没错，我们已经学会草编技术了。再编一个就是了。这次我要编一个更好的。大暑的时候我们有吃面的习惯，大家都尝尝吧。立夏大暑不在，就靠你啦，火牛。没问题，我可是跟大暑学了一招的。面煮好了。我加了很多好吃的呀。冬补三秋，夏补三伏嘛。开动开动。青仔，我们正在赶一批订单，草都用完了，抱歉啊。谢谢阿姨，我们再去想想办法。镇上的人都会草编，你们可以去问问。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小心点啊。好嘞，谢谢阿姨。没有草了，怎么办？别灰心，一定有办法的。我们先和平路他们会合，然后再去镇上找找。没问题。这家也没有，老大根本没人来。天寿，你没有搞错吧？青仔他们真的会来这里？老大，他们在草编工厂说了，要来镇上找编织的草。哎，好吧，镇上的草编这么多，我们可抢不完，只能盯紧精灵们了。
大暑天还穿这么厚的玩偶啊，当心中暑啊。你们是草编协会的吧？我一见就亲切，来尝尝我的绿豆冰糕。凉凉的，天上绿豆冰糕什么味道？好甜，又凉又甜。让我咬一口，就一小口。你自己不是有吗？给我。我孙子每次吃了冰糕后也这么开心。哎，等等，别剁。你这样子可真特别，来给我当模特吧，我要编个跟你一样的草编。给我做模特，等下绿豆冰糕管够。不行。不好看。当模特造型很重要，要优美。哇！控制情绪，控制力量，控制情绪，控制力量，控制。江仔，我们带茯茶来看望你们了。大鼠，别上火了，喝杯茯茶吧。都怪我没法控制火焰。我爸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放松心态，增强耐心，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喝完凉茶真清凉。好了，出发吧。老爷爷您好，您这有最好的草吗？最好的草用光了，你们去别家找找吧。好的，谢谢。小姑娘，最好的草没有了。谢谢奶奶，再见。再见。谢谢，再见。这个好，这个好，保持姿势。老大，精灵们在找编织用的草，最好的那种。当模特不能动。你和匕首先去阻拦，我随后就到。这是主人不在家的意思吧？明仔，奇特的方法。我们赶紧去下一家。这画法是一样的，肯定是年兽在捣乱。按计划行动。天兽地兽，果然是你们在捣乱。是我一拳。骄阳似火，嗨！嘿嘿，上来吧。哇，轻点，再轻点，控制好力度，冲来吧。老大，救命！敢欺负我小弟。这次我一定要控制好火焰。在这里。老大，我们拦住他了。冰窟，年兽结账。年兽，我讨厌你们这些玩火的下级精灵。巨灵掌强化。这大暑天太热了，能量消耗太大了，还得用老办法解决。
插手，你个手下败将，只会依靠别人的帮助吗？上次你帮我毁掉草编大将，我还要谢谢你。可恶，你还敢说？大鼠，大鼠，放松心态，加强耐心。请中怀机，控制情绪，控制力量。听说你喜欢大象，这不好！用力还是大了，已经很棒了。刚刚还在，怎么就走了？大热天的也不吃两根冰棍再走啊？这是草编年兽，是用最好的草编的。奶奶您好。你们也好。奶奶，我们在找您手上这种最好的草料。您还有这种草料吗？有啊，跟我来，这个也送给你们。大功告成。节气仪离乡河又近了一步。这次大鼠精灵表现最棒。控制好情绪是打败年兽的关键，我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你们看。这个